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卢广仲，我在花甲男孩长大里面扮演是花甲。我觉得花甲他是一个，经历跟我有点类似 的一个人，不太有自信，重感情，家人是很重要的部分。我跟我阿妈感情也很好。他让我很惊喜，很意外，因为我听说他是第一次演戏，可是证明一件事情啊，艺术其实不分表演，不分歌唱，不分绘画，任何的艺术它都有一个共通点。我觉得这个艺术的共通点就是这个情感的敏感度。我那个时候第一部戏这样，太恐怖了，但非常到位，非常到位。这个我们未必做得到，我们如果被做得到，等到二十。